太后，不走了。这龙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装死呗。不笑，也不说话。龙还是不一样嘛。 我之所以要你们南迁，是因为万一我死了，他们可以立你为帝。现在命你监国也是重任，你不要来为我们报仇，要以恢复华夏江山为业。太后，你一个人独守空城，让我们逃走，我不走。 我年龄最长，我可以上阵杀敌的。我可以跟我娘商量，我得护着你。你的心意我都明白，不过你娘是不会答应的。议吧。 太后，既然决议一战，何意之有？只是皇上蒙尘，让大家心里不安呐。哼，不安，不安的是我，金银珠宝换不回皇上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退往江南。将来史书上会怎么写？ 给瓦剌也先写封回信吧，让使者带回去。回太后，早就备好了，请太后过目。瓦剌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，深入我腹地。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公道？他们不顾北疆。嗯。 北京城高，防守完备，粮草充足。瓦剌兵不善于攻城，他们没有大型的攻城器械。我要是野先，一路出直隶，席卷河北，一路过黄河，阻断山东救兵，荡清河南河北，兵锋西指，破终南山，扫荡西北。 我是朱家的子孙，虽然我娘跟你有过节，但是请您网开一面，让我去做一个工兵。我箭射得很好，我马骑得也很好，哪怕战死在沙场，我也有脸见祖宗啊！你真的不怕死？我有儿子，我不怕死。普通百姓死了，朝廷尚且抚恤。 倘若我真的战死了，我相信太后一定不会让我的儿子流离失所的。